那么主要是两位作者，一位是 John Dolan 和Thomas Campion 这两位艺术家。那么他们都身逢在这样的一个文艺复兴末期，那么音乐开始进入过渡的一个状况，而鲁特琴就是这时候最重要的乐器。那么 John Dolan 是一位鲁特琴家，那么他呢主要是说以鲁特琴曲和鲁特琴伴奏的歌曲为主。 有人说他是19世纪德国艺术歌曲的一个最好的前身。那么我们今天会为大家带来Thomas Campion 和John Dolan的作品。那刚刚第一首演唱的那首作品，Never Will the Beaten Sail，是比较有点宗教意味，那是在讲就是有宗教信仰的这样子的人呢，他经过了很长的Will the Beaten Sail，就是受到风雨侵袭的这一生的旅程，然后最后很诚心的就是说希望能够归到岸边，所以这个Never Will the Beaten Sail more willing bent to shore 就是要靠岸的感觉，所以是有一点最后想要回归上帝的那个感觉。那下一首我们要演唱的一样子刚那首是Thomas Campion 所写的鲁特琴歌。那 Thomas Campion 很有趣，他是个医生，然后很喜欢音乐，所以其实像我们这样子，很喜欢文艺，然后从事的不同行业的人，在各个时代都蛮多的。那他当时是个著名的作家，在他的词在英语的那个英国文学也是蛮受重视的。那接下来这首曲子也是他的，叫做 The Cypress Curtain of the Night。 那它的词的意思呢？因为都是古英文，那大家可能可以欣赏那个 taste， 但是不见得能了解它的意思。我大概讲一下 ，cypress 是就是 Sunny 的时候用的那个织品的材料。那 cypress curtain of the night 呢，它一方面就是用一个很浪漫的，但是又有点忧苦的想法去看待这个死亡。 然后在歌词里面，其实也有提到一些比较激烈的情绪，也有负面的，也有比较惆怅，所以这就是一首神秘优美、广受喜爱的歌曲。
John Smith 是当时的一位贵族爵士。第二首的独奏曲 Houghton Sweet Spring， Houghton 的复活，当然指的 Houghton 死的时候纪念他。Houghton 呢是John Lawrence 伊莎白女王时期最重要的一个时期，所以看出来这时候的音乐和当时的人物之间的关系。Thank you.
首的独奏曲都有一个人名啊 ，John Smith Houghton。第三首呢，却有一个动物名叫 Frog， 青蛙啊 ，Frog 是指的真的是青蛙，指的一般伊丽莎白女王当时的追求者啊，当时的法国皇室啊 ，Duke Anjou。那么他送给伊丽莎白女王的这个装礼礼物中呢，有一个像青蛙的装饰。从此以后呢，女王就叫他青蛙。那么他们之间的确有一些真正的情愫在里面，但是由于伊丽莎白女王比六安主足足大了24岁，啊，当她求婚的时候呢，伊丽莎白女王就46岁，所以不大可能真正生成小孩。那么如果嫁给法国皇室，将来英国的皇位要交给他，所以这段并没有，这段的音。